比一有达到我们的剧本要求了。这一球打出去，拜托远一点，出去了。陈金锋开炮喽！杨帆打底的全垒打，风暴炸裂了，风暴炸裂了，陈金锋他办到了，达比修被他轰出了两分炮。对，刚刚我们强调了哈，前面的棒是要先上的，那陈金锋才有这个机会逆转。那事实上我们强调，陈金锋对日本队这个表现呢，历年来都是可以可见的哈。我们真的是希望中华队利用这个气势呢，一鼓作气再追加一些分数。距离我们的剧本3-1只差一分了，同时这支两分炮也让中华队超前了日本队2-1。而且去到了6局哦，我们的希望是在眼前的哈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加油。星野仙一现在躲到哪里去了呢？这实在是大快人心呐、啊！对，尤其在一好三坏，我们之前强调，在上一次的打击里面，陈金锋也是在一好三坏的时候呢有机会，那刚好被压制住了。所以我想，在第二次的机会上，绝对不会放过。现在中华队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陈金锋这一击，对，偏高了哈、哦，而且是右半边，球了出去到了全打大墙之外。